我们今夜有戏还特意搜索了一批当初的照片，那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，来看看。这是您得了那个泰国拳王那个证书之后，嗨，这不是是吧？没错，泰国拳王。这是在哪儿拍的这张照片？这是应该在西班牙吧？嘿，哎，这个就是《霸王别姬》了。嗯，这张国荣，这是在戛纳得了金棕榈奖，《霸王别姬》获得金棕榈奖的那天晚上，就是这消息一宣布的时候，我们仨人站起来了啊！不知道是哪位爷给我们拍了这么一张照片，就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。您把照片里边后边的人挨个介绍一下啊。好，这也是官方啊，这就是金棕榈啊。哎呦，你知道这仓皇之间，我这手，人应该是举俩手指头吧？哎，您这是起势啊！我这怎么举起来是仨？我今天才注意到这个。嘿，你瞧，这也是一组合啊。左边这位张丰毅，那时候还非常年轻啊。右边那位巩俐。嗯，啊，这再加上张国荣，这三个人演了一出好戏。哎，嘿，你家的，这张您详细给我们讲一讲吧。这就是说晚上巩俐说跟谁一块吃饭去，张丰毅这一报说跟我是必须的，所以就跟他走了，我估计是，啊。这行真快乐，都是灿烂的笑容。晚上俩人一块儿不是那儿喝点酒啊什么的，挺高兴的，就这么个事儿，真开心啊。嗯，对，哦，这是啊，哦，我这啊，老百姓喜欢就是硬道理，比什么都强。来吧，咱们喝一杯吧，导演。来吧，来来，我敬你一杯，谢谢谢谢。